你要留我在茫茫人海里搁浅，才会孤岛苦喊求救。我只想让你听见爱情的声音。谢，封印破了吗？有啊，人家僵持哎，法律系鼎鼎有名的冰块哥。大家有人同一宿舍，我不要杠成这样吗？你说碰到你室友，声音就瞬间消失，也变温暖。目前能做的，你就先扒着你的室友紧一点喽。这样带有条件的关系，未免也太卑鄙了吧？你整天黏着抱着，就算我亲你，你也不躲开。到底有没有喜欢过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不走，我都不会离开。听话的小孩，有糖吃。我只准让你看见霸道的占有。从今天起你就贴身跟在总经理身边。我资历最浅，真的可以胜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吗？总经理有对你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你躲得掉吗？总经理，虽然我是你的员工，但你不能予取予求。你对我做这些是因为喜欢还是好玩？如果只是说错话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我就这么让你没有安全感？比我优秀的人多的是，你再找一个不就好了？小翠，是你就好。是你。行不行？让你我这缘分重新连接。当写作遇上瓶颈，干脆找个对象模拟体验。如果一个人不自觉记得对方的喜好，代表那个人很喜欢他。这段新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应该去追求你的幸福。刚说起来，你又算我的谁？这问题不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现在的你把我当谁？只有待在需要的人身边，他才能化成幸福。我们家不过生日，所以没有这个习惯。以后这个习惯由我开始。生日快乐。能不能让我们在一起不分离？我是恒极智能恒人系列代码九号产品，您可以称我为恒九。我要扫什么 QR code 吗？还是有什么保证合约之类的？我看过一部日本漫画，里面的机器人都是这样启动的。主人有谈过恋爱吗？您难道不会好奇吗？所以你的设定里面有恋爱的虚拟体验？你想不想试试看我们还没做过的事？恒九，你还好吗？我知道我还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人工智能，不要把我退回去好不好？如果有一天你坏掉了或是被回收了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